算这个是干啥？这个是积分啊，积分。 打不完就干什么这样？不碎浪迹天涯，因为你是。哒哒哒哒哒。速来解决。 感谢老板们的火啊，谢谢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。 哎，你是干个我的？ 我亚索不太会打团，打团容易出大问题，对线还是会小小的拉扯一下。 干个我的兵线吧！他老是假装干个吃我兵呢。
Fuck！ 走吧，盖伦六级了，要斩杀我了。失误了，我想卡最后极限，他会走位的，所以我这没放技能，就是经常说的，当对面开始走位，我们就不放技能，走过去 A 他 ，A 是 A 了，他开 W 有点肉啊，应该极限 Q 的，极限吹风的，白盔一个闪现，可能是伏笔的，要被抓了。有个皎月啊，比较好接大招啊。
来个续航装，数字吗？亚祖现在神话还是无尽吗？盾弓吧，是不是得来一个第二件？盾弓怎么样，大伙？对面阵容也出冰拳的，我感觉出冰拳不厉害，一定要出吗？一定要出，不出就不行。第二件就出冰拳，怎么感觉很垃圾呢？可以出挺进。你行吗？跟他对射，我操，你还真行。那我下一件出盾弓了，还是说出银雪剑？应该出盾弓吧，容错率高一点。
伙伴，伙伴怎么听上去就很小丑啊？我要主本宫，根本就不缺伤害啊，对吧？又不是打坦克。 操作不了，兄弟，他直接闪现打我一套，盾弓，我需要盾弓，我要出盾弓破剑者，对吧？有小兵我才能操作，第一时间没小兵，我有小兵省个闪，真能操作的。 把梦魇杀了，这个盖伦奈何不了我。好杀！周公差多少钱？260块，刷一波回家踢出来，回家一波，补给一波，然后再带下。他大招好了，应该还要飞我。 再带一波线。 多少盾啊？现在300应该是，盖伦一套转死了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。 干大龙呀，打什么小龙？这个故事。 被我啦！触发相位追不上，跑的有点太快了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疯掉了。我操，沙漠死神直接 TP 过来了，我都没见过狗头啊，叠了470个 Q 了。啊！这里，挡住！我操！开团不叫我！还好是杀了个盖伦。威力六。我超神了呀！我是超神才死的呀！超神了这把。怎么可能这把没有超神？超神了，几个暗级这把？